觉得说姻缘非常殊胜，在佛陀的故乡碰到这个浴佛节，那这个是我们实际在海外第一次在这个大灾难的现场同时推动这个物资发放跟浴佛，意义是非常的重大。我觉得说真的是很感动，尤其是大医王们哦，也很多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赈灾，又碰到浴佛，所以他们都很感动，大家都他们也哭，然后我们也都哭了。